好，欢迎你收看每个星期五晚我哋半个钟头嘅时事评论。咁我系 Anita， 咁今日咧都好高兴咧就有文世昌啦，就嚟上嚟同我哋评论一下一啲呢个礼拜嘅国际嘅时事嘅。文世昌，多谢你。咁嗱，今个礼拜咧就我哋第一样嘢讲下咧就讲下台湾啦。咁喺台湾咧就319就選舉咗就選咗總統出嚟啦。咁但係就嗰個風波就未停嘅，因為咧就呢個國親黨咧，國民黨同埋親民黨咧就提出呢個當選無效嘅訴訟。咁咧就喺琴日咧就呢個高等法院就宣布咗咧，就係話呢個訴訟咧就係敗訴，就決定咗咧就係陳水扁、吕秀莲咧就选举咧就有效当选有效，咁啊呢个判决咧就有一个判决书嘅，判决书咧亦都有好成五百几页咁长，咁基本上咧佢回应咗有四点咧就系话第一就系话佢发觉民进党就冇作票啦，第二咧就系话公投绑大选呢个理据咧亦都唔成立。而所謂嗰個槍擊案咧，就因為查唔到一啲有利連送嗰邊嘅證據咧，亦都係唔可以成立話佢係令到呢個選舉有即係做戲嘅問題啦。咁另外咧，亦都佢話佢哋 claim 話一個佢啟動咗國安機制咧，令到好多人咧就唔可以投票。咁因為佢就話都係冇增加到人數嘅，咁所以呢個理據都唔成立。咁啊，梁先生，我想問你啊，咁判決書就出咗啦，咁你都了解法律嗰個程序，咁其實連戰同宋楚瑜咧，係咪到呢個地步已經唔可以再做嘢，或者去再做啲乜嘢咧？如果佢繼續係唔憤氣嘅時候，我諗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嗰個判決究竟係咪公平公正，同埋有冇受到嗰個政治考慮嘅影響？我知道咧喺台灣嚟講咧。即係而家呢個訴訟咧，最重要啲就係嗰個所謂法庭嘅公信力。咁如果呢個裁決出嚟嘅時候咧，係俾人感覺咧，就係雖然佢頭先你講啲都係佢一定一方面嘅道理啦，但係有好多人咧就認為咧，尤其是我哋睇完曬呢啲即係詳細啲睇過呢啲判詞咧嘅時候咧，我哋發覺到咧最大嘅我諗有理由去上訴嘅地方咧，就係話高等法院咧。或者我哋嘅最高法院喺個審判裏邊咧，佢係冇積極咁調查嗰個真相，即係佢冇積極咁樣去發掘真相，佢相當消極嘅發掘啲真相。佢甚至咧就將呢個成件事咧就係用一個所謂民事訴訟嘅方法喺台灣嚟講咧，即係要由連送嗰度咧係自己去提供嗰個理由，去提供嘅理由去支持佢自己證據。咁其實如果你假如一個咁重要嘅一個選舉咧，如果嗰個選舉個結果咧，係受到某啲嘅影響嘅時候咧，咁邊啲人可以影響呢啲結果咧？通常咧，即係一般嘅做法就係政府啦，係嘛？即係當權嘅地方。咁又喺台灣嚟講，佢中意用一個字咧，叫公權力，即係叫一個叫 public force。即係換句話講咧，即係有辦法影響呢啲嘅結果咧，就係個政府。咁應該係政府去提出證據，而證明佢哋咧係冇做任何嘢咧，係影響嗰個結果嘅。嗱，呢個裁判有好有趣嘅地方，就係話佢一方面就話嗰個影響嗰個結果咧係即係嗰個選舉係受到影響嘅，但一方面又話嗰個影響咧就係又影響唔到嗰個最後嘅結果。咁呢樣嘢本身係睇嚟係矛盾嘅喎，即係你既然你已經話咗嗰個選舉係受到影響嘅，咁點解你一係就話我哋冇辦法決定啊？呢個影響去到咩程度啊？只能夠話即係咁樣做法咧就唔可以一半一邊咧就話嗰個結果係。完全咧係冇受到呢啲影響咁樣，嗱呢個講唔通嘅喎。嗱，我舉幾個明顯嘅例子，就係譬如佢舉例嚟講，即係嗱，我哋知道大家都知道嗰個差距好細啦，即係個差距就係話只係0.22個百分比。咁喺咁情況之下，咁即係雖然20,000+票其實好細好細，因為從咁多個選票嚟講，即係如果佢喺個所謂有問題嘅票裏邊咧，咁已經發覺到咧，即係從一個29,518咧。就減到即係一個相當即係接近嘅數目，咁但係呢個數目咧就即係話，即係嗰個數目係雖然係一個唔算係話好大嘅數目，但係已經發覺到咧，即係話呢個票總票數咧係有問題，
而且仲加上咧，佢個所謂要考慮嘅票數咧，就係話嗰啲即係有問題嘅票，去睇一啲即係話究竟有效定冇效，淨睇呢兩方面。咁佢冇徹底咧去做到全部驗票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嗰個即係積極性係唔夠嘅。如果你呢件事嘅影響咁重要咧，咁個法庭應該咧就係全面去驗票嘅，就唔係淨係認啲啊有效冇票就冇效票。咁如果呢個有效票冇效票已經出現啲咁大嘅問題嘅時候咧，你點可以證明到係咪背後冇人喺度做作弊咧？啊呢樣嘢好緊要。咁第二咧就係話嗰個公投嘅問題。咁既然公投裏邊咧一方面佢就話呢個公投咧係違反即法律嘅啊，即係佢話部分咧係有違法咁樣。既然有違法嘅時候，即係呢個公投就唔應該擺喺呢個選舉一齊舉行啦，係咪？既然佢已經證明咗佢冇係違法咯喎，嗰啲法呢個第一次喺法庭上咧話呢個公投係違法嘅。既然公投有部分違法，點解又能夠容許佢去即係呢次嘅喺嗰個選舉裏邊同時進行咧？嗱，如果你將呢個違法呢樣嘢同一個選舉進行嘅時候咧，就一定咧嗰個選舉咧受到呢個所謂喺英文嚟講 tainted 嘅，即係話呢個違呢個選舉本身咧有污點嘅啦已經嚇、啊，即係你一個通常嚟講喺台灣所有嘅所有呢啲咁嘅即係全民投票啦，即係嗰個選舉嘅投票咧，係唔應該夾雜第其他嘢嘅。咁而家陳水扁咧利用一啲政治嘅考慮咧，就發覺到咧谷啲人出嚟，即係本來呢啲人可能唔投票嘅，都可能因為公投嘅原因走出嚟投票又唔等。咁所以喺嗰個投票嘅影響咧，一定有嘅。因為有啲人你睇到咧就話，即係有啲投公投嘅人咧，同埋投即係嗰個選舉嘅選係有差異嘅。即係話如果冇公投咧，個結果就會改寫噶啦咁。咁點解你又話又冇影響咧？咁樣呢個影響程度當然係可以討論啦，但係冇影響呢件嘢係講唔通嘅。咁即係話仲係一個即係好多可以即係商議嘅地方啦。即係仲有一點咧，就係話即係嗰個公投咧之外咧，仲有一樣嘢就係講到嗰啲即係話。啟動嗰個國安機制，佢國安機制嘅時候咧，佢個理據就話冇加到人，即係冇少到人咁樣。咁所以，但係呢樣嘢本身佢冇再去考慮到就話，喂，咁呢啲當值嘅人咧，啲軍人啊、嗰啲兵啊，同埋嗰啲即係嗰啲所謂同憲法有關，即係同嗰個啟動咗個 emergency 之後嘅人咧，其實有冇少到咧？呢啲好緊要喎，即係有幾多人投票，有幾多人唔投咧？有好大部分呢啲人咧。因為要 on duty 而冇投到票嘅，你唔能夠話佢因為冇被逼佢，冇暴力去恐嚇佢，即係冇用咗其他嘅嘢咧，係行使一啲嘢咧，係令到佢有所謂威脅啊！你唔投唔得啊？點啊？即係唔能夠用呢個理由就可以話咧呢樣嘢冇影響。所以其實呢樣嘢都有影響嘅，即係話如果你唔可以啟動個國安機制嘅時候，就唔應該啟動。嗱，一係你就啟動個國安機制嘅時候咧，如果你話呢件事真係要有問題嘅咧。你個選舉應該是 postpone 嘅，呢個選舉應該不舉行嘅。咁一方面又舉行，一方面又用呢個咁嘅即係呢個啟動呢個機制。咁再加埋咧就係陳水扁嗰個槍傷呢樣嘢。嗱，佢話陳水扁雙槍咧係因為根據李昌鈺嗰個結果翻嚟咧，就係冇足夠嘅證據證明佢係只係自導自編自演咁樣。嗱呢樣嘢並不表示冇影響到個結果喎。而呢樣嘢肯定，就算佢唔係佢自己做咧，第二啲人做咧，都影響結果嘅喎。佢影響個結果，影響結果之後，嗰個選舉就唔公正、唔公平嘅咯喎。因為我哋知道呢個時間發生嘅時間咧，啱啱係選舉投票前一日。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你試下想像下對邊人影響咧？對藍營嘅人當然有影響啦，佢哋可能驚啦，有種恐懼啦。啊，對綠營嘅人咧？嚟講咧，就佢有種憤怒啦，呢種憤怒就要佢哋更加傾巢而出投票啦。咁你點解用呢個理由唔能夠話到佢有影響咧？嗱，結果呢個影響咧係幾大幾多咧？我哋唔敢講，但係一定有影響。咁所以話你既然呢個選舉係受到影響嘅，如果嗰個裁決出嚟咧，又話冇影響個賽果，啊，我覺得完全係講唔通嘅。所以係即係我自己作為一個法律嘅觀點嚟睇咧，呢樣嘢一定要上訴。如果唔上訴嘅話咧，我正如嗰句講咧，就呢個考慮咧係一個政治考慮多過個法律考慮。所以我覺得係絕對有理由上訴嘅，即係你唔能夠將呢件事咧同美國Kerry 話唔上訴嚟比較嘅。嗱頭先你咁講啊，你講好多，但係其實即係我就會有好多人就話你講好多影響嘅因素咧，都係一個未知數嚟嘅，即係你唔知影響幾多啊？係咪真係會有影響咧？咁但係呢啲咁嘅嘢如果我哋冇實質嘅數據去支持佢嚟講，咁如果
冒冒然因為咁而宣布呢、这個選舉咧係無效咧，會唔會其實令到個國家會更加亂龍啊？嗱，呢、这個你講呢個樣嘢，純粹係一個政治考慮咯，就因為佢有個政治考慮啊嘛。佢即係話，如果假如咁做，即係因為呢個情況同香港嗰啲即係話終審庭嘅法官一樣啫嘛。如果佢咁樣做法咧，就可能會令到好多啲大陸嘅人可以落到嚟啦。咁即係同嗰陣時嗰個情況一樣。佢唔係個用法律嘅理據，唔係用政治理據，而加咗再政治理據去考慮。因為你個所謂頭先你講個完全係對嘅，因為嗰個完全係一個從嗰個國家。如果假如呢一次選咗佢，又話呢個法律係個結果咧係受到好多影響，而結果咧呢樣嘢係可以講係有機會係要重選先得。咁呢個嗰個政治效果好大，但政治效果好大唔係法律嘅應該做嘅嘢，所以啲法官咧就冇勇氣。我覺得佢呢個喺呢個台灣大選裏邊呢啲檢案裏邊咧，個法官勇氣只有一半啫，即係接一半嚟講，就敢講到出嚟咧話個結果咧係有受到影響，但係又話個結果影響唔大到咧要改要去選過咁樣。嗱呢個嘢其實係講唔通嘅，即係如果你從邏輯嚟講講唔通，法庭係講邏輯噶嘛，法庭要講證據噶嘛。如果你譬如你講話。你冇辦法證明嗰個槍擊案係完全咧唔係啊陳水扁做，就當然就呢件事咧就即係有問題啦。但你又冇辦法證明佢咧係唔係佢做定係唔係佢做喎？而家李昌玉嗰個報告出嚟好明顯嘅地方就係話兩樣嘢都冇辦法證明到，只能夠咧喺目前為止咧佢能夠講知道咁多講咁多啫。但我哋知道嗰件事咧，如果你從阿李昌玉嗰個講法咧，佢話嗰報告咧冇辦法解釋嘅地方有6個爭論點同埋7個物理嘅結論。咁呢啲嘢冚唪全部都可以講話，只能夠證明咧陳水扁係真係傷過嘅啫喎。嚇、啊，但係邊個打傷佢又唔知道啊？會唔會係佢自己揾人打傷佢又唔知道啊？譬如呢啲全部係可能可以講係疑點嚟嘅。既然有疑點重重，佢實點可以話呢樣嘢全部唔影響嗰個所謂賽果咧？我覺得係影響嗰個選舉嘅結果嘅。咁其實而家陳水扁都做咗一年啦，係嘛？咁如果你話再上訴，咁如果係再拖多兩年，咁其實對人民個分化咧，會唔會好大影響咧？但我又唔係好覺得呢樣嘢緊要，因為點解咧？因為喺嗰件事未有真憑實據之前咧，未有最後決定之前咧，都要有個人就執政嘅。呢個人執政梗係一般嚟講個疑點啊，歸於嗰個佢哋而家係即係贏咗嗰個方面嘅係嘛？咁所以喺咁情況之下，佢一路繼續執政冇問題嘅。但係如果發覺到真係又揾到啲更多證據嘅時候，同埋嗰個法庭咧係用純粹用一個法律觀點去判呢、这個即係裁決嘅時候咧，嗰陣時先至話陳水扁呢段時間係無效都冇問題嘅。但係個國家都係需要有人管治噶嘛，所以我覺得冇問題。咁啊，你如果你咁講法咧，即係話陳水扁如果佢呢個咁嘅裁決，為咗唔想繼續分化社會咧，而唔去訴訟咧，這個又係講唔通嘅喎。因為分化其實係邊個分化出嚟咧？其實陳水扁分化出嚟噶嘛，即係陳水扁喺佢成日分化嗰、那個。如果假如你話要揾個真正嘅製造者，佢係分化製造者，因為佢選舉嘅方法係用分化手法啊嘛。佢公投都係用分化手法嘅，係嘛？即係佢嘅做法就係呢個時候唔需要公投，但係佢要喺呢個時候揀呢個時候公投，就係想影響個賽果噶嘛嚇。即係佢知道咧呢個公投咧係對佢有利嘅，所以佢先至會做。雖然佢個數目咧係唔多到即係佢要達到個目的，但係起碼咧佢覺得個公投咧係交人挨鎖嗰班佢嘅人。呢、這個情況同嗰啲同陳水扁同喺美國阿布殊一樣好相似嘅。他知道他只要能夠拿到那些所謂那些極端一點的，或者他們叫在宗教上是比較跟他意見相似的人，他利用這個所謂他也有公投，但他公投是合理的合法的。他的做法就是說在11個州裡面是公投的那些 referendum 是說那個就是反對同性婚姻是這種這樣的公投。咁因為佢知道咧，大部分嘅人都反對同性婚姻嘅，所以佢用呢、這個，即係佢哋喺嗰啲佢哋可以控制嘅能力範圍裏面，11個州裏面咧，係有9個州嘅人咧係出嚟嘅，係嗰個百分比係超過60%以上嘅，即係反對票。咁所以呢班人咧出嚟投票咧係好緊要嘅，對佢嚟講，因為啲人出嚟因為反對嗰個同性婚姻咧，而出嚟咧就選埋嗰個總統咁樣，佢對個總統咪又高票咯。啊！呢啲人以前嘅，佢哋計過條數啊，有成300多萬呢啲人係冇投票嘅。上次4年前，咁呢班人全部出曬投票，佢影響賽果咯。點解話冇咧？個分別其實係有分別，但係問題就係話人哋嗰個係合法嘅，即係嗰個公投係完全合法，因為嗰個係佢哋做開嘅嘢嚟嘅。即係，但係喺陳水扁個咧，根據今次嘅判詞嚟講係唔合法啊嘛，即係佢個法官都話違法啊嘛。
既然違法的時候就是不同看法的，應該我們覺得。咁我哋撇開其他幾點嚟講啦，咁另外咧就一點就係話李昌鈺個報告啦。咁李昌鈺個報告咧就佢裏邊咧，你都話佢係揾唔到證據，就係話陳水扁自導自演。冇錯。但亦都佢唔可以俾個結論，就係話一定唔係陳水扁做嘅嚇。或者唔係一定唔陳水扁嘅，陳水扁佢陣營啲人做得㗎。或者係即係嗰啲人幫佢人做都係有影響嘅喎嚇，即係幫佢人做嘅人，我哋唔知啊而家嚇。咁佢呢個報告咧，原本咧就係冇公開嘅嚇，咁係啱啱到依個台灣高院宣判咗話係依個當選無效嘅訴訟係敗筆嘅時候咧，咁佢先至突然間咧就話擺喺個網站度，就俾任何人可以下載啦，可以睇啦，咁樣公開曬嘅。咁其實你會唔會覺得太晏咧？嗱，如果呢個報告係早少少出嘅，早啲俾大眾知嘅，咁啲人知道咗先出呢個判決，會唔會令啲人感覺話好似你咁講話？哦，咁你都未有個結論，你就話佢呢個訴訟唔成立啦？咁係咪有少少都係一啲干擾咗司法咧？政治或者未必嘅，調翻轉頭睇就係你話，既然呢兩件事咧係你信法庭嘅判決係一個比較公正的，即係未有結果之前，多數都係應該你要信法庭嘅。要信法庭嘅時候咧，呢、這個咁嘅結論咧喺法庭裏邊係可能起一個關鍵作用，即係話呢份報告咧係會影響到嗰個法官嘅裁決嘅時候咧，咁你等到法官判咗出嚟再公佈咧，我都唔會批評佢嘅，因為呢樣嘢本身唔係遲早嘅問題，而係最緊要就係公正問題。即係如果佢目的係想話，我唔知佢目的係點啊！如果佢話目的係想話，即係唔想干擾到嗰個法官嘅做法，因為當你呢個評論出嚟嘅時候咧，就好多唔係司法嘅考慮嘅，就好多時咧就係啲輿論審判，即係太多啲輿論審判嘅時候咧，就俾個法官咧，既然個法官都要考慮埋呢一點嚟到作為嗰個最緊要嘅所謂 argument 啦，即係起碼藍營嗰度咧就會講到呢一點啦。咁又考慮講到呢點，但係好多同一時間咧就有個好大嘅疑問，就係話，點解個法官咧唔積極啲去俾藍營提出佢哋嘅證據，去關於呢個槍傷咧？因為佢可以應該俾佢傳召呢啲嘢，佢冇俾佢喎。仲加埋咧就係佢已經有咗個咁嘅即係槍傷調查委員會嘅，但又冇俾佢運作喎，又唔合作喎，諸多阻撓喎。如果你既然你信有呢個咁嘅調查委員會嘅時候咧，你應該作為一個政府咧，你應該盡量同佢合作，令到嗰個所謂你當佢係 neutral 先得噶嘛，應該要中立嘅。佢冇做咁做喎，咁所以喺好多情況嚟講咧，其實陳水扁喺作為一個總統咧，同埋佢嘅執政嘅人員咧，即係行政院或者甚至嗰啲即係政府機關咧，喺整個槍傷案裏邊咧，佢哋做法咧就唔係真係好似我哋所講咁 neutral 咁中立嘅。佢係覺得有利嘅地方，有利嘅料，佢就公佈出嚟，對佢自己覺得係，起碼嗰個 interpretation 呢份報告咧，就已經俾個法庭判即係 interpret 咗啦。佢有咗法庭嘅 interpretation 先攞出嚟。咁所以如果用你嘅講法咧，可能佢真係有啲少少奸謀都唔定。但係如果從我哋比較唔好用陰謀論嚟睇咧，其實你唔想嗰個司法咧係受到或者係干擾咧，唔係受到呢個所謂輿論嘅審判咧，其實都無可厚非嘅。咁陳水扁咧就今次就好似定咗啲啦，因為第一場仗好似打贏咗，咁但係咧就最近咧台灣亦都有個大烏龍啊，就係台灣咧就同一個南太平洋一個國家島國咧叫做雅魯雅圖咧就佢嗰個總理咧就去佢哋個國家同佢簽咗一個外交嘅條約，咁啊仲係建立大使館啊，積極進行呢個外交關係。咁但係咧，即刻咧就點知啊，俾佢嗰個代總理同埋外交部長，我都唔知呢件事。所以咧，根本我就同中國有聯繫嘅，所以就唔會同你簽外交關係嘅。咁到而家為止咧，都未有一個結果，即係各有各説啦，係咪？咁嗱呢啲咁嘅事咧，就真係好烏龍嘅。咁啊，雅魯雅圖呢個地方其實如果大家睇下電視啊，都知道或者你有睇上 WiFi 咁，都知道呢個地方咧就係都幾荒無下嘅，係即係啲人去 reality show 咧就係要自己揾嘢食啊。冇人識佢嘅，冇人識得呢個地方喺邊度，喺地圖都唔識查咁隻。喺南太平洋度。咁你覺得呢個件咁嘅事咧，就令到人哋覺得台灣呢啲咁嘅其實一路都行呢啲金錢外交啊呢啲咁嘅政策咧，係咪？其實會
即係失敗咧，呢啲咁嘅手段，其實係唔可以再做噶啦，根本。我相信嗰個金錢外交咧，嗰個成效係非常低嘅。即係你一路係賠錢入人哋個袋，人哋即係根本多一個少一個呢啲咁嘅所謂小島啊，或者小國家咧，對陳水扁嘅嗰個喺國際空間咧，其實都唔會增加幾多。因為但係有樣嘢咧，就俾人哋個飲就感覺唔係幾好，就有少少要錢去買嘢翻嚟咁樣，即係有少少唔講得唔好聽啲，有少少即係賄賂人哋咁樣。今次就係有個情況喺度啦，就話你俾人哋爆出嚟就話，即係究竟佢作為一個國家嘅代表。他有沒有他的內閣通過呢？有沒有人因為收受了一些好的利益來說，以後就同意這樣做呢？你知道這些這樣的小國家，我們不知道民主啊，那個程度去到哪裡，他們那個有沒有貪污程度，我們不敢說，但是他的這個情況呢，即係如果你話有啲人咧係收到一啲利益，譬如筆錢俾咗佢，佢可以咧就當然佢做法梗係話建設啊嗰啲嘢啦嚇，幫助佢發展經濟啊咁樣，即係攞到個所謂嘅友誼啦，有個 friendship 咁啊，咁我就跟住咧就承認你啦，咁就喺外交上。嗱，佢哋亦都好清楚知道咧，中國喺後邊睇住咧，就冇咁簡單俾你咁做嘅，即係你唔可以左右逢源嘅。即係如果當佢做咗呢樣嘢，中國話喂你同我哋咁樣嘅時候，我同你斷交咁樣，咁嗰啲國家又覺得要同中國做即係所謂外交上嘅朋友嘅時候咧，佢唯有做法咪不出嚟唔承認台灣咯。即係話呢件呢個咁嘅即係外交咧，其實係冇做到㗎，因為我哋冇真正正正係有內閣通過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真係好弊嘅。即係如果咁樣繼續落去嘅話咧，嗰、那個做法即係。做啲蝕本嘅嘢嘅啫喎。係啊係啊，咁嗱佢咁擺喺個烏龍啦，咁但係而家咧就美國咧就選咗個阿布殊出嚟啦。咁你覺得布殊嘅當選咧，其實會唔會係更加促進咗兩岸嗰、那個即係、就是、會談咧，會更加開始翻咧？有個人嘅分析就係、是、我哋好似呢個節目都講過下啦，就係話即係話阿巴威爾去中國咧。其實其中一個目的咧，其實就係想喺呢、這個即係、就是、中國同埋台灣，即係呢個兩方面咧嗰、那個會談咧，係希望可以喺明年春天咧，即、就、係、是、根據阿陳水扁同埋阿李秀蓮講咧，開始翻，即係春暖花開嘅時候咧，就係、是、和談嘅好時機噶嘛。咁但係呢樣嘢本身咧，即、就、係、是、會唔會喺阿布殊即係有咗第二屆嘅 mandate 之後去做咧咁樣？啊，呢樣嘢本身咧，我覺得。這個可能是有的，不過即係呢個所謂嗰個動機可能有的，但係做唔做得到係另外一回事嚇。即、中國會唔會即係咁簡單，即係係完全唔設嗰個所謂即係條件嘅會談咧？佢中國一路都講話要有條件噶嘛，一個中國就係嗰個先決條件啊嘛。如果冇先決條件，佢唔會同你談噶嘛，係嘛？即係如果你話冇先決條件談同佢談嘅時候，可能間接承認咗你同台灣有對等地位嘅喎。咁所以喺咁情況之下，佢唔會咁隨便同你談嘅。咁但係呢個咧就係良好願望啦，即係如果從布殊嘅講法就從良好願望啦。但係比較從一個另外一個比較好少少嘅角度睇咧，就話布殊咧佢喺東亞咧，或者我哋講話喺東北亞裏邊咧，其實佢都係需要有個穩定嘅局勢，即係佢唔希望咧即係太多所謂喺國際上嘅嘢令到美國好添麻煩。因為佢中東問題又話佢今次佢嘅上任之後，即係連任之後一件絕大事啊嘛。佢話個 Middle East 係佢嘅大事，咁伊拉克呢件事又一定要解決嘅，因為佢一定要有個即係和平地去即係離開啊，或者甚至就算唔係好短時間離開都好，起碼能夠有一個即係佢哋認為有公信力嘅選舉，即係選出一個新嘅政府嚇。咁有呢啲嘢同埋嗰個。嗰啲即係內部嘅啲忽嗰啲亂象咧，要即係起碼喺伊拉克裏邊解決。咁所以佢係冇能力去再添自己麻煩咧，係製造一個中國嗰個所謂海峽兩岸嘅緊張嘅。所以從呢個咁去睇咧，我覺得台灣咧可能受佢啲壓力，即係就算佢自己唔係好想談判，佢都美國都會要佢談判。但談判嘅時候，佢都未必係對佢有利嘅。即係如果你有一個先決條件之下嘅談判。咁你又覺得咁嗱，兩岸會希望有機會談判啦。咁香港嗰、那個民主進程會唔會有影響咧？嗱，香港民主進程同呢、這個美國大選係兩碼子嘅事嚟嘅，即係我哋唔需要兩個嘢拉埋一齊嚟講嘅。因為美國嘅選舉嘅過程咧，
係完全係根據美國嗰個法例去做啊，美國嗰個民主嘅條件去做。根本佢哋好早已經有咗即係叫做民主選舉。咁你香港嗰個民主選舉咧，而家係真係行出好少步嘅啫。我哋嘅特首咧，完全唔係用啲全民選舉產生嘅。美國都好細嘅城市嘅嗰啲咁嘅佢哋叫 mayor 啦嚇，即係嗰啲市長咧，都全部係一人一票嘅啦已經嚇。甚至即係佢哋亦都有 referendum， 咁香港又話唔俾公投，咁人佢啲公投好簡單啫嘛。有時你話我要多個運動場好定多個 opera house 好，咁佢都有 referendum 嘅喎。即係嗰類嘅嘢都係成日從一個大選嘅時候方便啊嘛。你一連串咗好多呢啲咁嘅俾你揀嘅嘢，咁一齊順便投票嘅時候投埋咁。咁香港如果真係想要個公投都唔係唔可以嘅喎。問題就佢點樣做嘅啫喎。啊，即係問題就係話佢要有冇個法律基礎嘅時候，如果冇嘅時候，要唔要重新寫條法律去做？你亦都可以限制有啲人唔公投得唔得㗎？好似台灣佢個公投法都有啲做法嘅，就係話譬如牽涉到憲法嘅嘢咧，佢哋都寫得好小心。咁如果你咁做法，你香港即係等於加拿大嘅 Clarity Act 都講到，即係講公，即係嗰個公投係到一個所謂牽涉到灰毒嘅時候，佢都要有法例嘅基礎。咁你香港亦都可以，如果真係有公投嘅話，都可以做到嘅喎。即係其他嘢俾你公投，因為公投其實係一個方法咧，係有啲嘢咧係好難決定嘅時候咧，要由全民去決定，又唔使要到四年一次嘅大選嘅時候咧，就先至有政綱裏面咧，先至話我哋有政綱做，所以你支持我咧就支持我政綱啦。咁即係所以我政綱就做啦咁樣。有時候啲嘢真係公投都有佢嘅好處。如果美國就唔需要咁多，今次咁多公投啦，佢有好多公投。你譬如就算同性婚姻呢樣嘢本身，大家都知道咧，喺十一個州都有公投嘅，佢都冇問題嘅。如果從香港嚟睇，兩樣嘢我諗到嘅第一就係公投係咪可以喺香港做？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嗰個選舉應唔應該一人一票產生？但我哋又唔能夠因為咧美國出現一啲所謂比較麻煩嘅少即係嗰啲所謂選舉嘅麻煩咧，而話香港其實好過佢啊咁樣。其實香港亦都唔係一定好得過佢，所以我覺得即係喺整個件事嚟講咧，即係美國嘅民主咧同埋香港民主咧，只能夠做到嘅就話美國既然有民主咧，咁香港其實都應該有民主嘅咁樣。我諗呢個咁嘅。如果你要拉埋兩樣嚟講咧，我應該有個結論。嗱，咁我哋即管睇下啦，睇下部署喺內呢四年裏邊咧，能唔能夠係幫助到亞洲或者中國嘅關係咧，係比較好一啲啦。咁今日我哋講到呢為止，咁就好多謝文世昌，亦都多謝各位觀眾收睇，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再見。拜拜。拜拜。